Hello， 大家好，欢迎来一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暗黑这几天玩下的心得。然后我读起来我觉得还不错的 BD 跟大家分享。那这 BD 呢，主要是以这个闪电为主的。对，那网络上已经有蛮多这个以九头蛇啊，或是以火焰为主的。那我分享的是以闪电为主的，因为我觉得闪电也挺好用的，因为它有追踪功能嘛，然后它又有这个传送。传送去做位移，当然别的流派也是可以拿这个传送的。好，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配置。那一开始呢，大家如果那个刚开始玩这游戏的时候，经验点数没那么多，然后又专心投资这些，因为一开始很多游戏都会这么做，就是专心投资这个一开始的初始点数嘛，然后就导致一开始玩起来很乏味，因为一直用从到底都只丢一个技能。所以呢，会推荐大家，技能都只点一点就好，因为你点第二点、第三点，它的这个差异不大，只加一点点伤害而已。所以点一点，然后主要是拿后面的这个主要这个效果是比较差异比较大的地方。那这个会有分支针二折一。那一开始我是走这个爆响能量的，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回魔的主要手段嘛。但后来我改成这个暴击，原因是因为暴击比较难拿到，这边可以让我们的暴击提升10%。然后再来是这个连锁闪电是我们的主输出，那它的效果是，它如果暴击的时候啊，这边就可以有能量可以拿到了，所以暴击是我们很重要的需要撑的一个属性。然后这边是跳跃的时候加暴击，也都是点一点而已。然后再来是这个传送术，那后来这个传送我是点这个伤害减免，再加我们生存能力。因为这边加两个额外，一开始是拿这个，但我觉得加两个额外感觉还好。然后这边这个寒冰护甲呢，我有点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是装备给的，然后跟这个也是提升我们的回魔能力。那为什么要拿这个寒冰护甲呢？后面会讲，是因为齿坠的关系。然后再来是这边是长矛也是有这个暴击，然后追踪，然后它收集这个能量可以提升它的伤害。也是我们一个输出的手段，然后这边是这样，这边也是，这个必点哦，至少点一点哦，因为这个可以减免伤害很高，然后这个也是增加我们这个屏障，增加我们生存能力，然后再来是乔装闪电，这个会点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主动技没有放，是为了拿它的附魔，然后它的这个效果造成伤害的速率提高。相当于攻速的200%，那你攻速越快，它的这个速率就越快。然后这边每次打到敌人打4次就可以有这个能量，就有额外的这个收益，也是拿来回魔的嘛。然后这边是电击暴击的话15%再产生能量，所以暴击很重要。然后这边是提升它的回魔的这个效益。然后这是我们大绝招，就是在你10秒的时间，你丢任何的电击法术都可以额外再触发一个法术。那，包含你的这个普攻也算。那普攻是不耗魔的，这边这几个，这个是不用 CD 不耗魔，这个是要 CD 的，但也不耗魔，只有这个绝招会耗魔，就是我们的核心技能会耗魔，还有这个分类。精通技能、召唤技能、防御技能之类的，然后这个是核心技能，它会耗魔。然后再来给你们看我们的装备，我们附魔是用这个球状闪电附魔，那它的效果是什么？暴击的时候可以生成一个球状闪电，而且它是静态的，放在地上的，就有点像是小炮塔，然后它可以打周遭敌人，算是蛮不错用的。我一开始是用这个吸收能量去召唤这个闪电长矛，但我后来觉得。效益没那么好，因为你能量没那么多，其实不太好招。当然，这个是可以不只有一个。如果你有能量的话，你是可以招好几个的，但其实不太容易。然后这个也其实也不错啦，就是召唤技能打到敌人可以触发这个冰霜。那你说触发这个有干嘛？这个大概范围大概是这么大。那触发这个，其实我之前有走过这个流派。触发这个之后，你如果有点冰霜星星的话 ，Hello， 边。然后他冻结敌人，如果你把他你杀掉冻结敌人，他可以减 CD 之外，然后你击中敌人，就这个东西击中敌人又可以回魔，
也算是蛮有趣的。但是这个触发它虽然写 30%， 但其实实际触发我觉得没那么高。30%大概是打三个人可以中一，就一个人会有爆这个冰霜出来嘛。但我实际看感觉还好，反正我最后是选择这个，因为这个就真的很不错。虽然说 25% 你说看起来四分之一很高，但其实也没那么好。它要暴击够高，要暴击，然后暴击的时候有四分之一触发，所以其实条件蛮严苛。但是你只要暴击撑起来，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给你们看一下我装备，这个也是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比较核心的。很多人在抱怨说这个游戏可能看这个技能啊，看起来有点单调，没有像那个 POE 啊或是火炬看起来那么的复杂。看起来就是四选一嘛，然后有一点小分支嘛，然后这样一路这样选下来。感觉变化性没那么大，但附魔也是一个变化嘛。再来是我觉得比较着重在装备，但装备要比较后期才会发现到装备的重要性，所以可能你要玩到比较后面才会知道，原来装备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好，那给你们看一下我装备，这个是我如果拿到这个屏障的话，无视远距敌人的直接伤害，然后这个是我如果攻击近敌人可以拿到300点的屏障嘛，然后这个是核心技能，就是我的这个连锁闪电，如果暴击的时候。攻击速度提升，所以我就可以一直攻击，然后暴击攻击暴击，然后这个造成任意伤害，我的护甲会叠高，最多可以叠到45%。任意伤害就是包含我的任意的，我捡到这个爆响能量，爆响能量是有伤害的，或是任何的这个输出，都是可以让我的防御叠起来，所以我的护甲可以很容易撑到50点，这是撑到满，撑到45%。然后这个是增加我的移动速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受伤敌人暴击率提高43%，我的暴击率其实不高。就基本上靠这个去撑，因为暴击率不好撑，暴击率有 15%， 这个加了43%，大概就快60%了。受伤点只要你碰它一下，它就算是受伤点了。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我如果有这个屏障的话，幸运触发再加26%，这也蛮高的。因为你技能里面它也才加点一次加5%，点满才加3%，你投资3点才加15%而已。这个直接加26%，也算是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看。装备里面给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装备里面给的像这个手套给了3%的幸运，然后暴击5%这样，其实也不太好拿，我已经尽量拿了，但也不多。然后这个是闪电长矛，可以额外有一个，然后再来是这个连锁闪电，在你丢出去的时候会有回复6点，那你的耗魔没那么高，因为这边有35嘛，降低你的耗魔。那你说，那如果拿很多这个不就不耗魔吗？没办法，因为它如果有同样尺寸的话，它会折高。只有一个有效，另外一个会按掉就没有效果。然后再来就给你们看我们的这个影片打起来的这个效果。好，那大家看完影片应该大概就知道这个流派其实我觉得还不错了，玩起来还不错。输出不管是单体或是群体都算是还蛮好的。当然它以目前体验版来说，当然还不够强大。它之后如果有更多更适合的，一定会更强的。那以体验版来说，你要通关已经是没问题的。像我已经达到这个，你看我难度是2哦，是世界2的，不是1哦。然后已经全部地图都通了。你们看我这个主线啊、直线啊，然后这个东西啊，祭坛推荐大家赶快去拿。一开始可以先给你们看一下祭坛的位置，可以先把它可以拿起，拿起的话可以永久加这个人物的属性，可以让你的人物比较强一点。总共有28个。然后先拿满的话，其实强度差蛮多的。然后再慢慢去，还传送点，传点可以先踩一踩，比较好去做位移啊。因为目前还没有坐骑，所以你都只能用走路的，所以可以去踩这个。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副本里面啊，如果你想要出来啊，你可以直接按那个 T， 就可以回到这个大城镇的。那如果你说，可是我只想要出去那个副本外面，那怎么办？可以按一。应用字母的一，然后这可以这边有一个离开地层，或者是按 tab， 然后你会是地层的图嘛？然后你点地层的那个楼梯，假如这是楼梯点下去，它就可以离开地层，然后到地层的外面，而不是回到这个城镇。像这个城镇啊，你也不用去踩传点，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点一下就可以传送过去了。然后这边也可以去做筛选，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很乱啊，你这个如果看不到这个东西，你要稍微调整。OK， 你觉得地层太多了，想要把它遮掉也可以。例如像那个地毯已经全部拿到了，我不想要看它了，也可以把它给取消掉。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奖励啊，
地区奖励，这个按 W， 你们看哦，右上角有个 W， 按下去可以看到这个奖励。因为这个观众问说，这个到底怎么开？因为这比较隐秘一点，是这样开的。那目前我们只能解到第三阶段，再解下去就是要世界阶级三了，但目前还没有开放，所以没办法。然后再来就是右键，你如果要去任何地方，按右键，它可以锚定它，就会有个路线指引，那你比较不会迷路。你接下来把它关掉之后，你看你的右上角地图是可以看到怎么移动的。然后比较常使用的快捷键啊 ，A 是开你的技能嘛，配置。然后你右键，你不一定要全部重置，你可以按右键直接取消，然后再去更改。那你说，哎，如果是这边后面的，我后面想要动，我想把这边改了，这边可以吗？哎，我改不了，因为它已经是最低了，被前面绑住。那我要全部前面都把它给用掉吗？也不用，我只要把可以动的地方一个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我这样就改过来了，然后把这个补回来，就这样可以了 ，OK 吗？因为它这样就大于它的那个上限了，你就可以去动了。这个算是小技巧。Thanks。嗯？怎么有一点不见了？好，这里。好。然后什么东西比较重要的？一的话，这边有蛮多功能的，有些功能就是像跟玩家对话，或者是先。那个任务也会用到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Greetings。然后离开地层嘛，然后 S 是附魔的，然后 C 是打开背包，或是 I， 然后再来是大地图，因为时间有限，伺服器快关了，所以我跟他讲，这边是那个萃取你的装备的地方，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记住。然后一开始有装备的话，推荐你们都拿去分解掉，不要拿去卖，因为钱很少，全部。拿去看你要看你是如果你没有传奇的话，你就全部物品分解掉。如果有传奇在的话，你怕分解掉它，你就稀有分解、魔法分解、普通分解，或是你可以用这个版本啊，它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比较重要的锁起来，但是它可以把比较不重要的变成废弃品，例如这样，就确定它不要。例如你有好几个都不要的，然后接下来你来这边的话，你也可以所有废弃品分解掉也可以。然后等到你后面等级装备等级更高的时候，你堆钱。假设你有想要去挖孔啊，或者是要去萃取这个精华、啊、不够钱，你再把比较高等级装备拿去卖，那时候一个装备都可以卖一两千，那时候再卖会比较划算。前面分解拿材料，后面分解拿钱。Farewell。当然后面如果你缺材料，一样可以分解拿材料，这是我的建议。然后。这个目前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其实没有效果，所以就不用理他了。然后这边奇物商人啊，这个是这个代币，你可以去赌博，然后去买你觉得哪个部位你觉得没有传奇想要去买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去买。然后这东西它有上限520，如果你全部解满的话，最多可以累积到520。那尽量不要解满，因为你解满你不用白不用。那如果你等级太低，你不想要买，你可以买，推荐你们买钥匙，因为你在地图外面有可能遇到这个。宝箱是要用钥匙开的，那你就需要这个，你就要需要先买钥匙。像我这样有遇到一开始，那我不知道用这个开，那你可能就忘记它在哪边了，或是它再跑回去。所以买一些备用是不错的，也可以消耗掉它。然后等到后面你想要去买对应装备的尺寸的那个传奇再去买。那推荐你们如果不是。假设你只剩下几个部位没有传奇，或是大部分都已经是好的了，然后针对部位买的话，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你全部都是需要更换的话，推荐你们先买便宜的，因为你便宜的话，你要拿到传奇的几率比较高嘛，因为可以买比较多嘛。再来是多的传奇又可以拿去把它给萃取成那个，如果有可能拿到好的词缀印记嘛，可以把它给拔出来，然后给你的装备做使用。算是一个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做法。然后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如果你要萃取的话，在这边。那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代表说你可能还没有主线任务还不够。那萃取的话就是第二个，把这放进去，他就跟你说他萃取出来的效果，就是橘色的地方可以萃取出来。那他会跟你说这个东西可以放在哪个地方。像如果他放在双手武器的话，难度提升100。
像26%变成52%，所以就要去思考这东西要放在哪个地方比较好。然后再来是这里，这个东西你也可以看你，它可以拿到哪些的这个取胜能力。这边可以看，这边是地牢，给地牢可以拿到的，它都有写给哪个地牢可以拿到。然后这东西是可以重复去做使用的，但是它的缺点是它的这个品质比较低，几率比较低一点。但因为你有时候你拿不到嘛，你可以先将就一下嘛，反正毕竟这个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就只是代价只是要一点钱而已。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的精华了，就是你萃取出来的精华就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就直接把你说他加这个等于这个 OK。 然后这边也会他也告诉你说，如果是护身符的话额外加 50%， 但这个是伤害提升 23% 嘛，那所以他最后也是23嘛，因为他没有加。那如果是护身符放这边的话，他就变成35，他会直接告诉你，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不知道他最后是几趴，他都有写出来。OK， 然后珠宝一样是打孔用的，然后跟宝石合成用的，然后这边都有明确告诉你说，它镶在哪个部位会有什么效果，都有告诉你。好，那差不多就这样。然后世界阶级，如果你们一开始是开一想改二的话，就来这边跟他讲话就可以改了。然后这边宝箱是放你的那个装备，有些装备觉得不错想要留着的话，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像我这边传奇的跟金色的，我就把它分开放，觉得比较好的就可以。像这个法术其实后面你会发现到它其实也不一定说你走闪电就一定全部走闪电，但这种东西啊，它就是以这个咒术为主，或是以这个精通为主。像以咒术为主的话，我刚刚前面讲到这个咒术剑激动点会有触发这个效果嘛，你就可以以一个咒术流为主，全部走咒术，然后去触发冰霜，也是个做法。那咒术都是召唤的，召唤这种刀子啊、毛啊、蛇啊这种，所以其实这游戏的变化可能也没那么的少。然后再来是你装备如果把它做分级，还有一个好处啊，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像这个跟那个哈利波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它会有个右上角有一个这个锤子。这个代表说这个造型我没有拿到，你看它的拆解物品即可解锁新的外观，还有提到，所以你把它给拆开，你就给解锁这个外观，解锁之后就永久有了。那有些装备你这次如果解锁之后，你之后再遇到这装备，它就已经有了，就它就不会有这锤子了，就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一开始还是不要把它给卖钱吧，如果真的要卖钱的话，还没有解锁的话，先拿来这边分解掉，然后已经解锁造型的话，你要卖钱再卖钱。OK， 然后衣柜那边就可以随意更改造型。对，这边就可以随意更改造型。那改完之后，你可以做储存的动作，这边可以储存，然后以后就可以直接读取。那你不储存没关系啊，你可以自己改你想要的。像我这个都已经改，我就改过了，你们看这边。然后这边也可以隐藏塑形，你可以随时看你原本的装备长怎样，按下去它就隐藏了。好，大概就这样，应该该讲的我应该都讲了。然后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留言给我，我如果知道都会尽量的回答你们。那就感谢大家收看了。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订阅、追随我。好，那我们就下次见。